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844期的节目。今天大家分享的是 TW 所推出的 RC， 从去年年底开始 TW 就推出了他们自家比例的一些 G1 造型的玩具。这款 RC 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公布了，过了一年之后呢，没想到在很多的各种质疑声中呢， TW 呢还是把它完成了，所以呢真的是一款有勇气的作品啊。其实也做的没有那么样的弱，那基于是女性角色呢，而且又是 RC， 所以我还是怎么样呢都把它带一尊回家，而且价格比想象中要低很多，台币1500多块钱就有了，还是比想象中要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个说明书的话，我是觉得非常之讲变形的讲解呢，其实不看也还好，因为它的变形跟官方 IDW Deluxe 等级呢其实是颇为接近。但是我比较抱怨的是呢，你好歹也有个人形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态吧，整个说明书包括外盒都没有机器人变形完整后的样子，以至于说呢有一些变形呢到底我们是不是变形到位呢，可能自己也都不知道。这个是贴纸，这个是一张硬式的人物卡，没有办法做人物的展示呢，这一点我就觉得比较无言了。那这是之前可能他们推出的某一个人物的一个头雕吧，盒子里头拿出来他默认装上去的一个替换手，没有错，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去年官图公布的时候呢就告诉你它是一个替换手的部件，以及呢它的一个变形是没有变形到位的，腹部这一块部件呢必须把它翻折进去，以及后方的这一块这个板子呢要把它折进去，这个呢都是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变形并没有到位的。那么你可以第一个可以感觉到，你一定会先看它的头雕，这个头雕呢算是它这一次一个很大的败笔。其实它的五官做的还算是可以，算是还算清楚，但是呢这个感觉跟盒绘上面的样子就是卸妆后的一个模样。眼部的话呢其实是蓝色的一个透明件，其实透光性来讲呢还算相当的不错，如果说你从后面打光的话呢，它的眼珠的透光性基本上我认为是相当可以让你满意的。就是个嘴唇呢第一没有上口红，第二其实它这个嘴唇的一个人中的部分呢做的，我不知道这人中做的有点怪，导致于说它这个人的脸呢从某几个角度去看呢有点像就是人猿啊或者是猴子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它的脸呢本身又做得很细长，所以就是稍显的女性的感觉就稍微的薄弱了一点。那么再来是她的一个体型的话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说 IDW 的这个 Deluxe 等级的 RC 呢体态做到非常的优美，这个 TW 的 RC 呢算是更加进化的版本，这个人形的一个腿部的曲线之类的在这一款的 TW 的 RC 身上呢算是进化到了一个变形金刚这个女性金刚的一个体态史上，这个是但是如果从后面看的这个身材是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讲的。而且呢它附带了六个补件，我已经安插进去了1、2、3、4，以及这个地方我没有扣得很好，导致于说这个地方有点凸出来，我有上一点细油但是还是压不进去。那另外一侧呢就是比较完美了，你看如果你装的完美的话呢基本上呢是整个这个洞不但盖起来，而且曲线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它这几个部件呢还是强烈推荐呢你把它装上去。那因为它有一个防呆的一个机制，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扣错，但是扣的时候麻烦就是尽量的小心把它给扣准。以及呢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好像这一块部件呢是扣进后面这个洞的，也就是它是以一个变形到车子的一个扣法，因此呢如果你把这一块部件没有推上去的话呢，这里呢会跟这个板子做结合，腰身呢就会失去它的一个转动性。那基本上腰身是转动的一个范围呢并不是平转，它里头是类似一个这样子转动，应该各位看得很清楚啊，它里头是一个比较像是人偶玩具，像是 play art 改，尤其是对其实有点像 PA 改那种感觉。包括这个臀部呢其实你只要腿部呢往前踢的时候，这个地方你看臀部跟腿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裂开的一个状况，但这也是其中它一个很大一个毛病，就是说呢它这个大腿呢相信大家一定会乐此不疲的拼命的玩它。那么呢非常可惜的是它这个白色的这个大腿呢它是上漆的，也就是说呢它跟这个弧面呢去刮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容易去把这个漆给刮掉，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有稍微一点点的一个被我刮花的一个漆，可想而知你就知道我在对它做什么动作了。那么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我不知道各位情况怎么样，我初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外白内侧这个关节是紧到几乎转不动，这一侧呢用力一转还好有转过去，这一侧呢紧到呢不上细油根本是转不动，所以这个玩具的话呢，这个关节松紧的一个程度来讲，基本上关节只有偏紧，是没有所谓的偏松的地方。那这个二头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上细油基本上都不是很容易去转动，包括有一块这一块胸口这一块部件，这一块部件把它待会变形时候再说哈，把它翻折进去的这块部件也是要上一点细油才比较做一个好的一个转动。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是一个身材很好，没有问题。配色来讲的话呢，初看到觉得颜色配的太淡，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它这个可动手呢其实有一点的真的是娱乐性质比较重啊。我怎么说个娱乐性质呢？首先呢，它这个拳头转动是这样，它这个手腕当然是可以转动。那么这个我只能说啊，配件这么多，你的玩法就会非常的多。我们先拿几个正经的玩法，这个比耶的手势呢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呢，这个手部的替换呢，它首先有一个谜样的一个这个爪形的这个造型一样，当然是一对。那当然可动手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一对一起装嘛，你可以一左一右去做一个展示。我们就把它给转进去，这个呢旋进去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只手的一个松紧程度也都不太一样。像这只手臂基本上呢是以扭旋转的方式把它扣进去，这个手呢我基本上认为它是专门用来给 RC 撑在它的一个小蛮腰上面的，会刚刚好，其实还蛮好看的。两只手如果你要它两手都叉腰当然是没有问题，当然你可以这个一手叉腰一手比耶，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只手臂的话呢，它呢还有另外一个掌型，我们就一个一个做一个替换。刚这是一对耶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这个是这个手臂叉腰放到这边，那它还有一个手掌打开 OK， 有一对手掌打开。那这个手掌打开呢，我们当然可以给 RC 呢放到这只手了，这是标准的一个车模跟你合照用的一个 pose， 其实搭配一下还算可以。那这个手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放过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个手势出现了。首先这个掌的部分呢一样，我们再把它做个替换，然后换上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OK 嘛，或者是3000块钱一次啊，不，或者是3个小时多少钱这样子的这种抠个了用的一个手势嘛，我们把它给装上去旋转。你看这个很紧哦，那顺便看展示一下背包好了。背包是这么是 RC 的招牌啦，所以这个背包不能算扣分，其实挺好看的。那你转动一下 pose OK 吗？ OK 3000块搞定。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用手指，比如说这是食指哦，不是中指哦。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有点搞笑了，这个手掌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换掉，换上这个手指的部分。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换在这边，那就是1000块钱一次的。那网络上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我是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的啊，就是把这个对不对这样把这个手指穿进去，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其实我真的不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官图会试出这么有趣的一个 ID， 我觉得实在是好吧，我只能说 TW 是非常有勇气，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感的作品，超棒的。那么撇除掉这几个属于一个展示用的手呢，我们接下来就用到了一个真正实际上呢会跟武器的部分呢达到一个互动的手臂啊。我们这个东西都先拆掉 OK， 这个分类啊，这个实际上握武器的手是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手臂里头呢有一个洞，这个呢就是真正的跟其他配件才会有互动的手了。这替换手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很烦，可是玩了之后发现说其实梗还蛮多，如果你喜欢给这个人偶做一些小小故事的话呢，其实这个是不错的东西。那它是短枪造型的话，可以说是做到非常的简单到这个比官方还要再简化。那银漆上的可以，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这个地方不上银漆我可以忍受，因为你握的时候呢怕去这个色移到
这个白色的手套上嘛，但是里头这个从这个地方看呢，可以看到粉红色的涂装，粉红色的一个原色，我觉得就有一点小弱。那么这个枪呢，握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基本上呢，握的来讲不能说非常的安全。第一，它的一个握柄可以看到，它的握柄其实并不长，很短。再来是它这个手呢，本身是有一点偏软胶键的，这个长时间之后呢，势必可能会有松弛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手呢，其实你如果把它推到底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枪其实是往下垂的，它这个。并造型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做到恰到好处，它这个食指应该再扣紧一点，可能会才会再好一些。那这个武器之间的互动啊，玩法，这个就大家自己去把玩，自己去摸索。那么它附带的两把武士刀，那这个是这个，它这个拔尖是这样子拔的，这个下方是没有一个，那直接这样扣进去，收进去的。那武器的一个涂装来讲，只能算是。普通的哦，这种铁灰色并没有做到，并没有，只能说普通。那这个尖锐度还是有的。那这个地方有个膛口，这个膛口在这边，比较可惜。那这个武器当然也是可以正常的握在手上啊。它的官图，应该说封面的那个图案的话呢，是持武士刀的。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互动。那武士刀的话呢，是可以配载在这个腰际上，它这里有一个凸。那这里呢，侧边这里有一个凸，可以把它给扣上去。那扣上去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点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它这个形状来讲的话，它这里的形状呢，并不是完全圆，但这个是圆形的。那基本上没有防呆啦，就是看上去好像让你误以为有防呆，其实它是并没有的。那就是 RC 的一个武器，还有它本体一些所有东西的互动呢，大概是如此这一般。那么我们稍微展示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嘛，它这个头是一个算是球冠嘛，上下左右看没有问题。手臂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开口，它可以平举没有问题。而且因为变形的需要呢，它有一个往前往后约略动一点的关节。二头肌可以转，手肘最大可以转超过于90度。转动超过于90度呢，就表示说呢，它可以轻松的做出一个两手抱胸的一个动作。当然也有人把刚手托在这个腰上的动作拿来托在他的胸部，这个呢也是完全看你个人的需要了。如果你有那方面的需要的话，腰的话刚刚有跟各位展示过，然后腿的话呢，往前往后踢没有问题，但是小心刮气的一个状况。往后踢基本上是无法实现，这个臀部的话呢，已经把这个腿的后方给包覆住了，外摆内收可以转动，膝盖呢最大可以弯超过于90度，所以呢基本上它的一个跪姿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请小心它的一个刮气的一个状况，要特别的小心啊。这个腿的话呢是可以往外面错位错开，你如果你要错位呢，把一个 pose 来讲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啊，你这个地方。是把它错位错开，拍照的话还算可以，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你想的那么样高的一个可动啊。这一点的话，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那整体来讲的话，人形的体态就是非常的优美。头雕的话，就是初看呢真的是觉得很丑，但是看久了之后呢，也不会觉得它漂亮啊。但是就是可能也看习惯了，勉强还算过得去啊。对，附带提一下，变形的时候呢，这一块盖板。记得把它盖下来，如果你不把它盖下来的话呢，它的这个基本上会晃动，所以这个地方盖下来之后呢，会把这个白色的盖板给压住，这样一来它的这个脖子的这一块部件呢才不会乱晃。它这个腿部这一带也是有一个接地的一个高跟鞋的一个设计，非常优美的一双腿。而且它后方这一块部件是金属部件，这个部分如果你这个用力一抠的话呢，这一块部件是可以抠下来，它是一个金属的，所以这个腿部的一个重心把握呢，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好。那我们来开始示范它的变形过程。第一个步骤呢，居然是非常猎奇，也需要先剁手，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这也是我觉得这款玩具呢被我扣分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变形的时候居然需要把手拔掉，而且拔掉之后呢，它还没有地方可以收纳，这一点是让人觉得很无言啊。再来是把这个胸部给打开，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后方整个部件呢是给挑开来。这块部件呢，后面这块部件就可以往上面提上来，然后整个的把它往上面提高。提高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先把后面这块部件，因为这个部件比较容易忘记，你不做呢也是可以完成变形，就把这块部件给松开往后面提。你可以看到 RC 的后方有个进击的洞，
然后呢把它往后面这个部件往后面来，然后呢 token out 扣进去，那你一定会发现扣不进去怎么办，那就请他把屁股抬高一点就扣进去了，完全是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变形啊，超赞的。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呢内侧呢有一个胸部的一个，先是动完了屁股后面神秘的动之后，再来就要朝胸部下手了，从这个地方往前面推，如果推不动呢，表示说呢这个地方太过于紧，或者是说呢你的手流汗，因为刚刚摸过进去的洞上面会滑滑的，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部件挑出来往前面推，再来呢把这个头的话呢顺势的往后面收进来，然后整个部件往前面放，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动关节，双动关节你只需要把这个引擎盖两侧稍微往下放就可以了，车头保持这样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两个凸，左右边各有凸，这个地方它要扣哪里呢，它要扣手臂这个地方，你把手臂转进来之后，这里有个洞，然后透过转动二头肌把它朝外，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转进来之后呢把它转到上方去，把这个洞转到外侧来，到这边先不要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必须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所以你扣了也没用的。接下来的话呢，把它这个腿的话呢，把它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这个地方往前面顺势的把它给压下来，然后这一块部件呢，这块部件把它往前面放下来，然后我个人的习惯是把鞋尖往上面提高一点点，我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进入，比较好结合，不对，就比较好变形。好，然后呢接下来把这双腿呢往两侧呢给打开，终于也到了这一步了，然后呢把它往上面翻转，翻转进去，其他这两侧呢不一定是联动啊，只是说它刚好很紧啊，那声音听起来也很恶心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给收进去。那为什么鞋尖要朝上，鞋尖朝上这个比较好，这样子滑了就进去，你懂的，然后从这个地方扣进去，两侧都扣进去之后，就请它把它盖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是个没有任何缝隙的结合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两个小洞呢，这个地方左右两侧要记得把它做一个结合。那我个人的一个做法呢是尽量把车身呢先稍微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整，那这个 RC 腿后的这个轮胎呢可以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左右两侧的一个结合。我刚刚可能变形变得太忘我啊，都没有注意镜头里头玩具有没有跑位啊，如果跑位的话就大家多担待了，这个变形相信大家刚刚也听了意犹未尽对不对。好，这样子如此这般扣进去之后呢，基本上它的变形呢就算完成了。整个变形里头最容易忘记就是这块部件有没有往后压，如果你没有往后压呢，这个驾驶座恐怕会出不来。那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地方你要尽量的把它由内往外这样子扣紧扣紧，这样子的话前方的一个轮胎的一个定位呢会比较完整。如此一来的话呢，我们的 TW 的一个 RC 从机器人到车子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完成了。如果你发现呢变形的滚动性不太好，应该是这个肩膀的部分出了问题，把它往上面压一点，尽量让它离地面远一些。这个 RC 的交通工具形态当年公布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各种炮声连连了。首先呢它基本上只有前半部呢看上去呢非常的漂亮，很完美，跟之前官方 IDW 这个比起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基本上是毫不逊色的，当然除了博派 logo 之外基本上是做到非常之好看，轮胎也是非常梦幻的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内光。但是你翻到侧面之后呢就非常的奇怪了，好像苗头不太对，不过这个角度还勉强盖得住，但是你翻到这个角度看你会发现这是根本就两双，不对，一双人的腿就直接的挂在后方。从这个地方看呢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其实你看久了之后你不会觉得它很奇怪，我还是要讲这个是一个颇有各种这个毕卡索风格的作品吧，就是这样看也是很猎奇吧，就感觉是就是各种的猎奇。但是奇怪，是我有病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我就是最近感冒头烧坏还是怎么样，我突然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难看我就是非常大胆前卫的一种设计奇怪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尽量拍最丑的给大家看，就这几个角度最丑，然后这里还有驾驶座方向盘，当然我觉得这个座位啊跟这个方向盘哦，这个位置是不是距离的太远了，还是说这个对不对，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怪，不过意识到了还有一个类似于仪表板的东西都有做出来，就是这个后半部
就是一双人的一个美腿在后方。那轮胎滚动性其实普通的，也并没有说特别好。我觉得第一个是它本身这个轮胎的滚动，你自己光是这样推，它自己滚动性都不能算很好。再来是它的一个接地的一个面积来讲，其实很小，而且它这个地方你看看到这样，它还有一条分隔线在这边，两个都有。那变成说你还有一个分隔线又凸出来一点点嘛，所以它等于是接触到地面的一个体积的面积来讲会非常的小，导致于说它的一个变形呢，你即使在这个地方变得很到位，推得很进去呢，它的一个轮胎滚动性还是相对有一点毛病。那一个透明的蓝色的一个挡风玻璃其实还蛮显眼的，就整个配色来讲还是很梦幻啊，是 RC 没有错啦，但是就是这个腿在挂在后面，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应该是不能接受，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看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啊。那么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可以配在上面的，这里有个缝，就两侧可以扣进去。那我觉得这个武器挂上去呢是有加分的。我先讲这个枪好了，枪的加分是有，但是有点搞怪，它居然是一个外八。我说你好吧，这样就那一把了，可以吗？它是一个往两侧的一个，当然你从正面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它是从往两侧去做一个放的，而不是垂直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剑身这个地方也是有个插槽的，那就是插在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扣进去。那我个人的认知啊，是可能扣这样会比较好扣一点，这个。嗯哼，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那因为跟枪的话距离挨得很近，全副武装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凸的话我是建议是朝外，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扣进去，你朝内基本上是不行的。这样子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武器之后的搭载。有没有更好看？我觉得其实有。第一，至少它的这些武器的部分呢遮盖了这个原本这一代的一个空洞，让车身上方看起来比较流线，而且这样看起来之后有没有那种就一整个神风特工队那种感觉啊，像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是什么女版的 Drift 吗？女版的漂移的那种感觉，就一整个东洋风的一个感觉突然变得很强哦，然后整个流线型起来，我觉得奇怪，这个武器加上去之后是什么魔法？为什么觉得它变得这么好看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咯，就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个 TW 这个 RC 呢，价格真的是挺便宜的，然后玩起来出乎意料之外的有趣了。那真正要挑它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两个，第一是面向做的不够漂亮，不够精致，不够美观，如果以后我出头雕那再说。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手必须要拔掉啊，你看你不拔掉的话呢就不行，你放任何一个手在后方啊都会突出这个前方这个位置，就是比较可惜这一点，就把这个手拔掉。而且你看拔掉之后没地方收，你如果说拔掉之后呢，身上有个地方可以让你把这个拳头放进去，那我也认了。那你说我现在把它变成车子，拔掉之后这手放哪里？你没有办法带着走嘛，就非常的麻烦。当然，我相信也没有人会把这个 RC 粉红色的一个女机器人玩具拿到大街上玩，这个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我相信一般人也做不到。好吧，那就躲在房间自己玩就行了。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